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主内平安，真的是太久没有见到大家，和大家一起礼拜了，现在呢也是让我特别的激动，让我们带着喜乐和感恩的心，向旁边的弟兄姐妹这样问候一下，有你真好。我们通过疫情，上帝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肢体之间的联合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再这样问候一下，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让我们这个时间带着期待和渴慕的心，一起来礼拜。接下来让我们用使徒新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在主宝血遮盖之下，主以宝血洗净我罪，天父莫大的慈爱洗净我成为圣洁。在主宝血遮盖之下，虽仇敌他环绕攻击控告我，不再灰心，在跌倒，在主宝血遮盖之下，是的，主啊，在你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越见神羔羊的宝血，越见神羔羊的宝血，开启了丰盛的人生门，那黑暗仇敌是你毫无力量，你靠住宝血的能力，仇敌随心起来控告我，因公义我站立的稳，我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在主宝血遮盖。再次来告白，逾越节神羔羊的宝血，逾越节神羔羊的宝血，开启了丰盛的人生门，那黑暗仇敌是你毫无力量，依靠住宝血的能力，仇敌随心起来，在受罪恶的捆绑，在主宝血遮盖之下，在主宝血遮盖之下，主的宝血洗净我罪，天父莫大的慈爱洗净我成为圣洁，在主宝血遮盖之下，最仇敌他环绕攻击控告我，不再灰心也不再跌倒，在主宝血遮盖之下，是的，主啊，依靠你宝血的能力，我们不再灰心也不再跌倒。阿们。逾越节神羔羊的宝血，开启了丰盛的人生门，仇敌是你毫无力量，依靠主宝血的能力，仇敌随心起来攻告我，因公义我站立的稳，我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在主宝血遮盖之下，在主宝血遮盖之下，
遮盖之下，主你把血洗净我罪。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了，阿们。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在、心在、快来君王，万心要归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让我们来赞美全城大君王，唯有他配得，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在、心在、快来君王，万膝要跪拜，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让我们来赞美全城大君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喜在、敬在、快来君王，万膝要跪拜，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耶稣，
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是无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软弱，我们没有智慧，但是相信你会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在你的引导下，我们会成为像金金一样刚强。愿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仰望我们主的恩典。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在到处桌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
路，求主连接进我心，我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我们一起来叩拜耶稣求旨意，耶稣求旨意，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走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主啊，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我们再从头告白一次，耶稣求旨意，耶稣求旨意，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我有耶稣。道路真理生命。谁也不能胜过，却能主胜。
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有能，依然顺服神的话语，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物，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依然顺服神的话语，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何等伟大的事，依然顺服神的话语，将网撒在水深之处。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那么这个时间，首先让我们向主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这段时间不断的带领我们可以安然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可以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发光发言。主啊，更感谢你通过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教会共同体的宝贵。主啊，真的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你。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献上祷告。期待主你会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主啊，也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礼拜，可以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发光发言。主啊，更感谢通过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教会共同体的宝贵。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感谢你。主啊，做一个悔改的祷告。主啊，我们悔改我们没有过着顺服你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主啊，这并不是我们不爱你，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软弱。主啊，真的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依靠你，去战胜这个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悔改并且恳求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真的我们面前在向你献上一个悔改的祷告。主啊，我们悔改没有过着顺服你的生活。主啊，我们悔改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主啊，这并不是我们不爱你，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软弱。主啊，真的求你怜悯你的仆人，你的大能和慈爱来浇灌我们。主啊，求你加点能力给我们，加点力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依靠你去胜过这个世界。主啊，真的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拯救。献上一个祷告，求主带领我们牧师能够讲出合神心意的话语，也求主赐智慧，让我们所有的会众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所有的礼拜和顺序和回家的脚步都求主来看顾。为此，我们最后为我们的礼拜一起来向主献上一个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非常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以你的信实慈爱保守我们能安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也感谢你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你宝贝的创造，也感谢你让我们能来到教会向你献上敬拜。阿爸天父，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和不义，赦免我们的骄傲和自私等一切的罪，让人的心愿心意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何等需要你，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除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战胜罪的权势，使我们成为这世界上的光和盐，在这悖逆的时代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天父，全球的人都在面对新冠状病毒，因为疫情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受冲击，不少产业受波及，公司裁员，减薪的人数不断攀升。除了疫情所受到的压力之外，对于失去工作或正要找工作的人而言，都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的担心和压力。在疫情的威胁中，许多疑惑和恐惧深深挟制了我们的心。天父，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以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次疫情的考验，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求父把我们心中挟制一切的锁链断开，让我们在基督里得释放，得自由。天父，你用疫情叫醒了每一位你的儿女，突然惊觉过去寻求的都不能帮助我们，唯有神是生命中的首位，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建立的好的根基方能使我们站稳。天父，求你兴起你的儿女一起站在破口中，为这个时代做守望的祷告。我们要凭信心宣告，无论环境多么黑暗，我们都要像明光般照耀。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依靠你而活，以你的信实为粮，要以你耶和华为乐。天父，我们为中国语礼拜献上祷告，首先为中国语礼拜的所有事工祷告。感谢天父透过网络的平台可以重新搭起各部门的事工，二部的小组、各校园团契、领导力学习等，让各部门不会因疫情的影响而断线，保持了连接与互动的温度，在与他人连接的当中彼此关心，互相带到与扶持中度过疫情。也为我们礼拜部的所有弟兄姐妹祷告，求你更多的祝福看顾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体健康，保守弟兄姐妹的心，让弟兄姐妹们以神和神的事为乐，以祷告的心去面对任何的环境，把心中的重担卸下，来到神的面前重享安息，并知道神掌管一切，为着眼前一切的美好的赞美神。天父，我们为今天传讲你话语的牧师献上祷告，求你的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充满与牧师同在，恩膏牧师的讲道通过他所宣讲的福音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听的人得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真知道你，脱去我们的旧人，将我们心中的心智焕然一新，让基督的道丰富的存在心里，在爱中建立自己，凭爱心行事。常与我们同在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愿你悦纳我们的礼拜，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弟兄姐妹，也祝福在看直播的所有弟兄姐妹，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一切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隔两个月哈，我们又重新在教会开始这样的线下的礼拜哈，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好不好？ Amen, 感谢主哈，感谢主哈，让韩国的疫情能够这样的快速的得着控制哈，稳定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做礼拜哈。当然今天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来到这里做礼拜哈，那么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呢，千万不要伤心哈，我们慢慢来哈，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来的弟兄姐妹呢，也不要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没信心呢？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哈，这是安全的问题哈，不是信心的问题，这是安全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大的方向也是慢慢开始哈，根据下学期下周哈中学的开学，然后慢慢看这个疫情的发展，然后教会会慢慢一点一点的恢复的哈，所以不用太急着哈来教会，在家做礼拜也可以哈。那么我们还会继续的用直播呢来把礼拜呢播出去哈，只是呢这周开始呢影像队的弟兄姐妹们不会来帮助我们哈，教会影像队呢只是帮我们设计，我们礼拜自己在录哈，可能那种效果呀可能大不如前几周哈，大不如前几周哈，但是呢我们还会继续直播的哈，所以愿神的恩典呢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在哈。我们一起祝福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伸出我们的手来，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还有我们透过屏幕像在家里面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祝福一下好吧哈，平安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永留在你的生命之中，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充满在你的生命之中，每一个角落，祝福祝福祝福，从神而来的祝福，充满在生命之中，祝福从神而来的祝福，充满在你的生命之中，每一个角落。好，欢迎大家，祝福大家哈，阿门。我们做几个广告哈，第一个呢还是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继续的做好防护的工作哈，防护的工作，因为还是有这个无症状感染者还是很厉害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做好这个防护的工作，一定要戴口罩哈，然后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哈，尽量的减少哈，特别不要冲动去总是出去吃饭呐、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哈，保护一下自己，做好这样的防护哈，然后呢我们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 YouTube 里面的灵修呢就停了啊，我们就不播了哈，不播了，因为我们线下礼拜开始了呢，我们就不会把这个 YouTube 继续拍完放上去的哈，放上去的。然后呢，第三个广告呢是这个周五晚上呢，我们有祷告会哈，有祷告会，我们会用网络直播哈来进行这个祷告会哈，直到整个疫情呢控制并且呢清零之前呢我们小组啊各个学习呢还是都通过线上来进行哈，所以星期天呢我们来礼拜，礼拜以后没有在教会没有二部哈，礼拜以后我们就直接就回去了哈，因为教会呢也不允许进行这样的二部的密切接触的这样的活动哈。好，那么这个呢是今天的这个广告哈，今天的广告。那么我们呢因为疫情期间呢我们就没有四班了嘛，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赞美队和我们传道人们呢准备了这个特颂哈，今天也是我们传道人们也准备了一个和赞美队准备了一个特颂哈，我们到前面来，我们线上特颂以后我们再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哈。
对啊，就像这首赞美所唱的一样哈，不管有多大的风暴风浪哈，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有安息的哈，有安息。我记得两个月前我们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下面只有几位传道师坐在下面哈，还有我们赞美队的弟兄姐妹，有五个摄像机在这儿哈，特不习惯，不知道我要看哪儿哈。然后两个月了，有点习惯了哈。然后大家一坐在这里，有点紧张了。哎呦，我到底，感谢主哈，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这样礼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马太福音》25:14-30。马太福音25:14-30的经文哈，我来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哈。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那世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闪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葬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闪的地方也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割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30节一起，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聚在这里能够礼拜。两个月来我们又开始这样的线下的礼拜。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祝福我们，真的让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听到你天上的声音。没有来到这里的，同样求主你祝福我们，通过视频来礼拜的时候，愿你的恩典也同样大大的加给与他们一起同在。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周的时候我们分享了马太福音25:1-13的经文哈。我们会连续三周呢分享这马太福音25的经文哈。因为在马太福音25里面记录着在这末后的时代哈，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这25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周呢，我们分享了1-13的经文哈。那么在1-13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呢，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准备什么呀？我们要预备油哈。灯里面的油我们灯我们都有，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但是呢我们要预备的是这个油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应该
最应该我们去努力的，我们最应该我们去准备的，我们最应该去在那里面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内在里面有没有这十字架的恩典和感动耶稣基督的恩典十字架的感动圣灵的恩膏和圣灵的能力这是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活下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我们自己？那就是靠神的恩典。我们生活我们能够做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怎么样来去生活？就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来修理好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要重新装修嘛，要装修好我们这个里面，让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里面，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不是相信耶稣了然后接受洗礼就结束了，只是像一个宗教徒一样，只是来教会做做礼拜就结束了，而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知情意，都让耶稣基督来掌管，都让耶稣基督来统治让我里面充满着十字架的恩典，让我里面充满着复活的生命让我里面充满圣灵的恩膏和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和我们信的神有那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我们要第一个追求的呢，就是这个，我们每天灵修，我们每天祷告，我们每天读经就是为了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就是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油能够多起来，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油能够满溢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二十四章是在那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末世的现象然后二十五章讲的，你们要最要准备的是什么？里边的油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油多了，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也不会动摇的，我们不会害怕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会赢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会过一个天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是今天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十四到三十节是第二个，三十一到四十六节呢是第三个，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那我们今天呢来分享这第二点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我们今天主要用三点来分享一下，三点来分享。那么第一个，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神会把他的家业给我们的，神会把他的家业给我们的，也就是说神会呼召我们，并且把他的召命给我们，呼召我们又把他的使命呢来给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是家业家业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苦恼，哎呀，我信耶稣以后我得到的这个到底使命是什么，神的呼召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苦恼神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地方让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祷告和这样的苦恼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用这个主人离开他的这个家去往外国去往外国去，然后呢把这个他的家业交给仆人的这个比喻呢来讲述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召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到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的说主人要往外国去，然后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的所有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所有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呀？是神的。我们的一切都是谁的呀？是神的。很多的人认为生命是自己的，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是掌握在我的手里面我的时间，我的健康，我的金钱我的地位，我的名利
我的孩子都是谁的？都是我自己的。但是呢，今天的圣经呢，却不这样说哈。你的生命也好，你的时间也好，你的金钱也好，你的名利也好，你的地位也好，你的财产也好，这一切都是谁的呢？都是主的，都是神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有生命里边这样的一个转变，我的一切是谁的？我们想一下哈，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空空而来，是吧？有谁出生的时候手里拿个 iPhone 出来的有吗？抓一个钻戒出来的人，钻石出来的有没有？没有，都是怎么样啊？空手而来，走的时候，谁能够带去什么呢？我们看皇帝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陪葬品哈、发现陪葬品越多越悲惨是吧？把坟都给掘了是吧？都给盗墓，都这尸体到处乱扔，多么悲惨哈、多么悲惨！我们是空空而来，空空而走。那么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认为健康是我自己的，但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个健康啊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时间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时间是自己的哈，但是呢，当我们忙起来的时候，当我们工作多，每天被这个时间赶着走，可能最近大家的时间都很多哈，见人呢，可能在，但是在家里面上课的人可能时间也不是太多哈，作业可能更多了哈。那我们被这样的时间追赶的时候，当我们把时间都浪费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时间呢，它不是我们自己的哈。当大家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荒废了我们的年青春，荒废了我们的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间也不是我的，没有了。我们有钱的时候以为钱都是我自己的，但是你把钱浪费光的时候，钱从我们的手中都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钱也不是我的。孩子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以为孩子是我的，但是发现我们家的孩子越来越大，感觉他不是我的，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等他们真的都长大了，结婚了，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是我的，我们的生命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是神。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有一个这样的转变，我的一切不是我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次经历了这么大的冠状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哈，全球性的危机，如果我们还不在这里面醒过来的话，哎呦主要怎么办还不醒过来的话，你看哪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对吧？你以前呢，没有疫情的时候，我想休学就休学， 我不想上课就不上。现在啊，你想不想休学都不是你来决定的，对吧？你想不想上去上课，你想去都去不了，是吧？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后悔了，哎呀，当时我好好去上课就好了，我好好去上班就好了，我好好去工作就好了，我好好去这个珍惜一点这样的时间就好了，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切啊，这地上的一切不是我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这地上的客旅，这宇宙万物也是一样的，不是永远的，都在神的手里面。都是神创造的，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今天通过这个经文，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这样的转变啊！我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主的，上帝的，是他掌管的啊！我们要认可这一点，我们要认同这一点啊！Hananimigo 是上帝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那么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这一切是什么呢？我的地位我们的名利，这一切是什么呢？十四节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怎么样交给他们。在这段十四节里边，我们所领悟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是主把这一切怎么样
交给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是主交给我们，我们只是神来委托给我们，交给我们，我们是从他手里边委托过来，然后我们有义务来承担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哈，我们不应该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们既然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既然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这位开始一定要按着神的引领，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才是我们正确的生活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哈，神呼召我们，然后又把他的使命给我们，就像这个主人一样，把选了这几个仆人，然后把他的产业给他们，这个是何等大的这个恩典哈，多么大的这个恩典在这个里面。这个呀，是神邀请我们做他的什么呀？同工，知道吗？做他的朋友，做他的同工哈。我们看上帝就是这样的。神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仆人，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呢，我是你的仆人，这是我们谦卑在神面前，但神从来没有对待我们像奴隶一样的仆人，他对待我们是有同等的位置，有同等的人格的对待的，同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和主的关系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祝福他，然后让他怎么样管理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呀？祝福他，然后管理哈，这个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鱼和这地上所有一切的活物，都交给他们去管理，都给他们管理哈。然后神呼召挪亚，对吧？要毁灭这个世界，但是神呼召挪亚让他建造方舟哈，同工。参与到神审判的这个事工里面哈，然后神要在这地上保存一个血统，等到了时候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就拣选了谁啊？亚伯拉罕，拣选他。神要引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完成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就拣选了谁啊？摩西，拣选他，同工。神有什么事情都跟摩西讲。我们最近做生命记的这个灵修嘛，对吧？以色列百姓悖逆，神很后悔，神很生气，说我要灭了他们，然后通过你我要再兴起一个什么呀？兴起一个民族来，告诉摩西。但摩西啊，在神的面前祷告四十天，求神收取他的怒气，平等的，同等的。神也呼召了十二个使徒，平等的把自己的使命交给他，把福音交在他们手里面。我要这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默想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大的感动。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神把这样大的恩典给我，我算什么？神让我做他的同工，我算什么？他能够把这么大的使命给我们。我们讲这个使命的时候，招命或者使命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在特定的什么一件事情上，或者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比如说做牧师啊，或者是去做宣教士啊，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是一个很这个蒙神这个呼召的一个召命的这样的人。是的，但这是窄义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广义的怎么样啊来看。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我的人生本身就是怎么样，神的呼召，神的召命。我们今天做学生，那是神把你放在了学生的位置上。我们在上班，是神把我们放在那个职场里面。我们做教授，我们做公司的老板，我们做一个丈夫，在家庭里面做妻子，做一个子女，这也是神把我们放在了那里面，是神给我们的，神赋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呢，要站在那个位置上，学生就站在学生的位置上，职场人站在职场人的位置上。我们要通过我们整个生命，在家里面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孩子，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上帝。多么大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神没有只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他的和他同工，
没有只是让我们在宣教地上做他的童工，让我们在每个地方，我跟大家都是一样，我只是牧师的角色而已，你们是学生的角色，你们是职场人的角色，你们是爸爸妈妈的角色，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来荣耀神，是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神把他的家业怎么样了，给了我们，我们学生弟兄姐妹们，神把他的家业给你了，你的学习就是神的家业，知道吗？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你的职场就是神的家业。可能我们特别有一些姐妹们哈，结完婚，特别在韩国哈，生孩子工作不了，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大的失落感。哎呀，我们那个丹丹传道师哈，他来找我哭过好几次哈，我要做宣教士，我要来讲道哈，但是我结婚生孩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哈，他就个闹情绪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今天做师母啊，你做一个妈妈，你做一个妻子啊，这就是在完成神所交给你的什么样啊使命，这就是神对你的呼召。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能再轻忽我们的学习，学生的身份，你职场人的身份我们连在学习上也学不好，在职场上我们也做不好，神不会把更大的交给我们，在后面主在讲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转变哈，主人把家业交给仆人一样，神把他的家业给了我们，学生的身份，职场人的身份丈夫的身份，妻子的身份，做子女的身份，神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都是神的呼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转变，并且接受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能够以神的角度来接受，以神的角度来接受。那我们看领受了神的这个呼召以后要怎么样去生活，我们看这个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先看一下，预备起，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埋藏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忠诚的忠心的仆人，主赐给他更多的，更多的。那么这个主人呢离开的时候按着他们的才干呢选了三个仆人按着他们的才干，然后给他们分了这个银子分了这个银子一个是怎么样啊？是两千五千，一个是两千，一个是一千那么很多人在看这里的时候觉得太不公平了，是吧？为什么有些人给五千有些人 给两千有的人给这个一千，神是不是很不公平啊？但是呢在这里面讲的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五千银子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个他连得他连得那么这个五千，按着五千这个银子翻译的这个他连得是多少呢就是按着今天的黄金的重量来算的话，就是170公斤的黄金给了他170公斤。那么两千的呢是多少呢？就是68公斤的这个黄金然后呢这个一千呢是34公斤的黄金主人走的时候给了他这么多那么34公斤的黄金呢，按照当时劳动者工人的工价来算的是20年的工钱，20年不吃不喝不穿能攒多少钱的？还要保证你没有生病，还要保证你这20年一直要有工作，一直要有工作，他才能够攒下这个34公斤的黄金多么大的这个数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是主给他按着他们的恩赐给给他们这么多是已经超越了他们所能够怎么样承受的，并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讲公不公平其实给是谁给的呀？主人给的，这是谁的心呢？是主人的心主人的心给的，是主人的心意
神不是不公平，是我们人呢、按照罪人的想法来想的时候，总是觉得怎么样啊，不公平哈、所以啊，多得的人哈、不能看那少得的人来欺负他哈。少得的人也不能看着多得的人在那里边在比较感下有这样的自卑，这是违背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能够有的是什么？就是感谢，就是感谢主给我了，主给我了健康，主给我了平安，我们也能够有的就是感谢。那我们看这个仆人们，这三个仆人领了这个以后是两个态度，领了这个钱以后啊，家业以后，他们是两个态度哈，两个人哈，一个是5000的，一个是2000的。这两个人怎么做的呢？他们拿了这个钱以后，马上哈，他们就怎么样啊？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就是马上拿去开始做买卖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哈，马上去哈，另赚了2000哈，2000，他们去赚钱，马上去哈，赚钱哈，他们里面没有私心，他们里面呢。也没有这样的贪婪哈，在我们里面，他里面拥有的就是感谢。哎呀，太感谢了，能够给我这样的事情做哈，我不配，但是给我这样的事情做，所以努力的去怎么样啊？去赚钱啊，努力的去做哈，结果赚了很多哈，赚了。他对这个结果，他也没有这种贪婪的欲望在里面哈。为什么主人来的时候，他很诚实的没有藏了1000？可能在座的人说，是不是傻吗？你藏了1000拿出来4000也可以，藏了1000拿2000也可以，对吧？主人也不知道啊，是吧？但是他没有，全都给怎么样啊，拿出来给了主人哈，忠心的态度哈，忠心的态度。这里面不是多与少的，不是赚的多与少的，而是对于主所交给的事情，他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尽最大的忠心去完成。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它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应用它呢？很多弟兄姐妹想，哎呀，我是不是得去做宣教士？去做了宣教士以后，我这样的去生活，给他赚个5000啊，给5000个人传福音啊，建个5000人的这样的教会哈，建个10000人的教会哈，我得做这样的事情。我得去神学院，我得去读神学，然后我得去建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也得回国去建一个这样的大的教会哈。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就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最大的应用。你是学生，那么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你是职场人，你就要在你职场上尽最大的努力的去工作，以感恩的心，以赞美的心，尽最大的努力来去工作，以感恩的心，以赞美的心，以喜乐的心，把现在我手中的这个工作，手中的这个职分，当成神所赐给我的感谢的心来去承担，并且做好，来荣耀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劳动观和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观。所以啊，我们做学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学习，不是让你们都打 A。 我发现啊，都打 A 是这个另外一回事情，努没努力学习是另外一回事情。我真的祝愿你们努力的学习。学生的使命不是别的，是努力学习，知道吗？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人生里面最不光彩的一件事情，就在大学没有学好习，没有通过学习来荣耀主，这是我最大的自己给自己评价的时候是一个污点。那很多人讲，那怎么还来韩国留学了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不要埋怨这个教授怎么样，那个教授怎么样，这个课怎么样难，但你努力了我们也会能过的，是吧？我们也要努力的，不要说难就不写作业了，是吧？难就逃课，那是你没有努力，你没有把神所交给你的这个学生的使命去完成好。我们真的要去怎么样啊？拼命的去学习，拼命的去努力。可能现在上网课很辛苦了，对吧？不要开着手机，开着电脑，然后挂个相片，你到处乱溜达，然后下面挂个 YouTube， 上面挂个视频，然后自己看下面的。不要追剧，
追课、上课。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努力的去工作，工作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要主人看了，老板看了，上司看了就努力的做，不看就不做，看不看都怎么样啊？努力的去做，不要说给钱多了我就努力的干，给钱少了就不努力。其实最悲惨的职场人，就是按着钱去工作的人。那么你的人生，你的分量就是那点钱，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钱？我努力做了，这是神给我的使命，我努力的在这里边做了，钱是我对神的忠诚的附加品，它是跟着来的。我们不能给多少钱，我有的时候有些人商谈，那么我说，哎呀，我们得努力的工作，给我多少钱呢？我那么拼命，是吧？那么你的人生就值那点钱，你愿意值那点钱吗？我们的人生不能用那个钱来衡量，我们要用神的恩典来衡量，我们要让神来评价我们。所以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也尽最大的努力的去工作，然后在家庭里面，丈夫要尽丈夫的责任。现在是这个疫情期间我觉得我人生里面结婚20年头一次这么尽丈夫的责任的感觉，拖地做饭，哇，可以开餐馆了。努力，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做母亲做妻子，就在家里面努力的去生活，神给我们的使命。各位，我们要在我们的所在的位置上，今天你所在的位置，你所在的地方，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这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给我们的忠诚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应用。不要应用在以后我去读神学，以后我去做宣教士，以后没有以后。各位弟兄姐妹，以后不是你的，今天都做不好怎么能谈以后呢？我们看约瑟，他没有抱怨过，对吧？他做爸爸的儿子的时候，在爸爸家里面，约雅各家里面的时候，很忠心的儿子，没有抱怨。到波提乏的家里面，被他是个奴隶，但他没有抱怨过，他是为了做给谁看呢？给神看。所以给神给他祝福啊，到了监狱里面，他给神看，没有给人看。做埃及的总理，他没有给人看，给神看。他把自己的所有的位置当成神所赐给他的使命来去完成。但以理也是这样了，被卖了，被抓被掳，然后到了巴比伦，他是多么悲惨呢？国家也灭亡了，自己被抓去了，是一个俘虏在那里面啊。但是他却没有埋怨，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神高举他。那么这两个仆人这样努力的时候，我们看这主人如何来对待19-2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来了跟他们算账，对吧？你怎么样了呀？我给你们钱，你们怎么样怎么做的呀？这个时候这两个仆人就来报告了。在这里面我们再重复一次上周我们的分享的内容，主人一定会再来的，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主拣选我们，让我们信耶稣得救，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那么主人来了，然后跟他们来算的时候，他们就拿来了，拿来，然后跟这个主人来算，然后他们各自说，哎，我赚了5000，你看我又多赚了5000，我赚了2000，你看都拿来了。这个时候主人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21节23节，21节23节是对两个主仆人的称赞，内容怎么样一模一样。我们一起读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模一样，对他俩的称赞一模一样。主人没有说 OK 拿过来，然后 给他们个几百两打赏就结束了，没有这样，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给了他们两个祝福，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什么样？给他们怎么样啊？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怎么样啊？管理。哇天哪，那么多的金子还算是小事儿，是吧？在主人眼里面，是吧？小事儿。所以呢，我要把更大的事情给你。大家如果看这个同样的内容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出来，那里边是什么呢？他啊赚了5000哈，然后给了主人，然后主人说什么？你这忠心的仆人哈，我交给你10个城管理。然后赚了2000的呢，说什么？我给你5个城去管理。你看他赚的是5000两银子，但是交给他的是怎么样啊？10个城。主的祝福，主会把更大的祝福给他们。主今天当我们诚实的时候，主会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呢都是心很大，我们都是好高骛远。哇，你们想象一下哈，刚开始做生意的就想自己成了3星的老总，多么可笑！1年以后我要成为3星的老总，多么可笑，对不对？刚开始开发软件，你就像我成为比尔盖茨，明年还是明年成为比尔盖茨一样哦。刚学会投资这个股票，明年我要成为中国的巴菲特，太可笑了吧，是吧？刚在医院实习的医生，他就说啊，明年我就要成为全韩国最著名的医生，多么可笑！当然，未来要成为最著名的，对吧？一年以后，我们呢总是忽略这短短的时间哈，我们忽略现在，总是有这样的远大的这个太大的，不是远大的，太大的这样的虚妄的目标在我们里面。各位，当我们在小事上啊，你看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主才会把更大的给我们，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想，我们学生啊，你真的想哈、有美好的未来吗？那你要就要学好戏，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有人就开始较真了，你看这个比尔盖茨学校都没毕业，人家在哈佛出来的。对吧，能够考上哈佛已经很不错了，是吧？全世界也只有那一个比尔盖茨，不要老拿他来说话啊！你不是比尔盖茨啊，对不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眼前现在的事情，把每天的韩国语不要再打戏了，好好学啊！上课不要再打 F 了，好好学啊！然后我们上班职场也是，不要说工资这么少我就啊，不要尽最大的努力做，老板的眼睛不是瞎的，知道吗？绝对不是瞎的，他会把更大的给我们的，肯定会给我们。上帝，老板不给，上帝会给的，知道吗？我们不是说老板给，上帝一定会怎么样啊？给我们的，他绝对不会怎么样啊？亏待我们，他在小事上。其实啊，我们也看哈，做这个牧师其实也一样哈，在牧师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呢，做这个牧会也是一样，像做差事他也是一样。其实我们跟很多的教会分享的时候，跟很多的牧者有这样的分享的时候，他们只是看大的，而忽略今天眼前的尾声和摆上，知道吗？不愿意。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读神学的时候哈，我神学院3年嘛。第一年第二年哈，我在大地教会里面哈，就是一个信徒，什么都没有。我们家师母哈，她赚钱供我，她上班供我，然后生活呀都来做哈。其实有一些教会哈让我去哈，你来我们教会来服侍吧哈。然后她说他们要供我，给我学费，给我生活费哈。但是我都没有去哈，为什么？因为每次祷告，神都给我这个呼召在这里面。做留学生事工的呼召在这个里面，要去那边的话做主日学啊，其实做别的呀、我没有那个感动，怎么祷告也没有那个感动留下来。所以在这个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给怎么样了，
留在了这里边。哎，到了大三的时候啊 ，MDV 三年级的时候啊，哎，教会就给了这个机会让我在教会里边做服事哈、啊。毕业了，真的那个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在大地教会里边做全职，我那个时候对大地教会的全职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努力的做我们中规礼拜，天天背一个书包，天天往各个校园团契跑，要不打工，要么去校园团契哈，六七个校园都跑，多的时候九个，现在我们一两个都说多呀累呀哈，我自己跑九个哈，跑九个，都跑，然后坐，每天晚上都十一点十二点电那个地铁，我们家那时候还可远了，我们家那时候还住在这个吉邦有哈，吉邦一号线哈，九老南边两站哈，下了以后又要坐马尔波斯，有时候马尔波斯没有了，哎，那就走哈，走得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哈，每天都坐这个，坐了，到时候神就会怎么样，给我们的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哎，这是我的经历，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小事情上忠心的时候，主就会把大的事情给我们。然后给的第二个祝福是，祝福是什么呀？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呀？说怎么样？你要进来与我一同怎么样啊？与我一同享受你主人的怎么样啊？快乐，主会把喜乐、快乐给我们，把神的这个恩典和祝福怎么样啊？给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给这个仆人的哈，比更大的事情、更大的祝福是什么呀？是这个和主人一起享受他的喜乐。各位，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学习？我们为什么努力的去生活？不就是为了这个喜乐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喜乐不是来自于钱，喜乐不是来自于地位，不是来自于名利。来自于你的财产，来自于你的成功，真正的喜乐呀，是来自于神的。神的喜乐才是真的，各位。我们要得到这个，主会把他的喜乐怎么样啊？给我们永远的喜乐，永远的平安，给我们。所以啊，上周我也用了这段话哈，就保罗呀，在书信书里面每次开头的时候都讲：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平安与你们同在。真正的平安只能来自于十字架的恩典，只能来自于我们的神。永远的喜乐，真正的喜乐，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那创造的时候让他们享受过的那个喜乐，主会怎么样给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忠心的为主生活的时候，现在眼睛看不见大的成就，但是主会纪念，他会把更大的给我们。现在我们努力活的时候，也许现在我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学习很累，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主会把他的喜乐怎么样给我们，给我们。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愿主把更大的事情给你们，愿主把他的喜乐，天国的喜乐，天国的平安，天国的祝福给你们。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这个比喻给我们的第三点啊，那就是懒惰的不忠心的仆人的悲惨的结果，被丢在外面了。我们看了这个两个忠心的仆人哈，那么最后我们看的是这个不忠心的这个仆人哈，这个不忠心的这个仆人呢，他得了一千哈，然后呢，他也没去赚钱哈，他就把这个银子呢掘了地埋了起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很惊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埋起来呢？埋起来呢？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行为哈，在二十四和二十五节里面哈，他表露了出来哈，为什么这样做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二十二十五，预备起。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钱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在这里哈。它里面呢，对神的这个召命哈，呼召它是有问题的，它的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的呼召哈，他认为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跟主是没关系的，他是两个，那是主是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是谁的事儿啊？我的事情、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学习跟主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到教会了有关系，
在教会参加礼拜，唱赞美，我读经，我祷告，跟你有关系。那么转身，我工作，我学习，我结婚，我生孩子，我养孩子，我攒钱，我去旅游，我去玩，我去投资，我去享受，跟主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差点说一点不好的话哈，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的怎么样隔开的。就是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教会的基督徒，星期天的基督徒，回家以后学习是我自己的，工作是我自己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不是主你的。你不要来我家里边，你要做王掌权，那你是越线了。在教会还可以，你在我们小组做王，你在礼拜做王，你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做王，你到我们家甭想，对吧？我们家的存折是我的，我们家孩子是我的，我的情绪是我的，我的自尊心是我的，都是我的，跟你没关系。到教会再说，耶稣说想要跟你说点话，谈点事，耶稣慢，等到星期天再说，到教会再说吧。然后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第二个，他的错误是他对神的认识啊，有错误的偏见在他里面，对神的属性呢，他有错误的认识。他说呀，神你是，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呢？忍心的。这个忍心呢，不是说他是一个充满忍耐的人，不是这个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的心呢是很这个很残忍的人的意思。主人，我知道你是很残忍的人。你是很残忍，原文的意思是很残忍的意思，很顽硬，很心很这个刚硬，并且很冷酷，很冷的一个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他对主有这样的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并且他对主的认识是什么呀？说你看你呢是一个很这个强暴的一个人，说你看你没有闪的地方你要怎么样啊？收割，没有这个闪的地方你要去聚敛哈，没有种的地方你收割，没有闪的地方你要去聚敛，所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对主啊是一个，这个主人在他眼里就是个强盗啊，就是个周扒皮啊，就是一个怎么样强盗哈。所以这是他对主人的错误的理解啊。同样我们很多的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认为我们的上帝是很这个恐怖的上帝，不公平的上帝，冷酷的上帝，不关心的上帝。哎呀，最近我们家魏言我们在读圣经嘛，他就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神爸爸为什么上帝要杀死这么多人他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有这样的想法，对神的错误的这样的认识在他的里面。那么同样我们也可能也有这样的，是吧？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也有对神的这样的很多错误的认识认为神是不公平的，是吧？我们可能有的人认为神是不公平，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祝福没有给我这样的祝福，你看他又有钱又有才能又有地位又有能力又有智慧。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年轻少富足的官来找耶稣，对吧？你看又年轻又是这个富二代，是吧？又是官二代，又有钱又有能力又敬虔，诫命也都守了，主啊我怎么没有我们对我们的自己哎呀看我什么都没有，我们会这样的抱怨，我们在抱怨，我们会这样的愤怒，你为什么这样创造我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疾病，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痛苦，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我们家太穷了，你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里面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人，我生命当中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人我们会有这样的抱怨然后我们也常常埋怨神，他不知道我，他还不了解我，我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关心我对于我的痛苦，对于我的眼泪，你为什么总是视之不管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这世上唯一不幸的人，只有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痛苦里面只有自己最孤独，我们这样认为上帝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有的人又认为上帝只喜欢那些能做事情的人，对吧？会做事情的人哇，有很多这个成绩的人，我曾经也这么认为过上帝也这样认为过因为我们教会有能力的牧师他们太多了哇，站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就连腰杆都挺不起来腰杆都挺不起来，你看他们一聚会他们弄个青年部一下就1000人2000人
哇，他们教会各样的大的事工都在做哈，都在做，所以哎呀，他们有很多的 spec， 有好多是首尔大毕业的啊，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能力在他们又会弹吉他，又唱赞美也那么好，哇天哪，我还老跑调，我还老打不着拍，主你怎么办？就很伤心哈，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连独生儿子都能够给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眼泪，他知道我们的伤痛，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你的痛有多大，你想想耶稣知道，所以他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也能够说主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能够忍受从早上九点钉在上面到下午三点，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面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因为他知道我们有多痛，他知道我们的眼泪，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都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神都知道。现在可能我们在学业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安，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可能有些人因为内在的伤害有很多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主都知道，他都知道。但是这个得一千两银子的人他怎么样啊？不知道，他给埋进去了，因为他对主的偏见，因为他对主的错误的认识，他没有接受，他给埋起来的。同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这样的偏见，我们对神的这样的错误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如果我们不改变对神的看见，如果我们不改变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不主动的走出来，上帝绝对不会来改变我们。我们得救，上帝是用他的全能救我们，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需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二十五章里面这个三个比喻都讲给谁听的呀？讲给我们，讲给门徒讲的，十二个使徒讲的，是讲给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讲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要还是像小孩子一样躺在那里面整天希望他怎么办，他怎么做，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要从我们对神的错误的认识里面怎么样走出来，我们也要学会从这个深坑里面怎么样走出来，我们要走出来，神已经伸出手来了，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啊？伸出我们的手来怎么样啊？抓他了，抓他了，有个人呢，这个比喻就不用了，十四分了，太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出来，我们要怎么样？圣经里面的，当如果你不愿意出来的话，圣经里面就在特别在罗马书一章里面用了一个词叫任凭。你要是已经成了基督徒，今天还是只是还是愿意在罪里面在那里打转，神就会任凭你，他不管你，知道吗？任凭你。你如果说我有伤害，但是我还是愿意生活在我的伤害里面，我不愿意走出来，不愿意让光照我，把门给关了，光永远进不来，我们还会生活在那个痛苦里面。我们要学会把门打开，我们要走出来，我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这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观念，导致这不忠心的仆人那悲惨的结局。各位弟兄姐妹，走出来，从我们错误的对神的认识走出来，从我们的那自我的封闭里面走出来，从我的这种否定的价值观里面走出来，从黑暗里面走出来，进到哪里？光里面走出来。神已经救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还是在那里面呢？已经救了我们，为什么还是在那里面？我们要走出来。如果我们不走出来，我们神会放任我们在那里面，放任，那么痛苦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走出来，更谈不上我们担不担当他给我们的使命，根本担当不了，我们要走出来。
那么主对这个仆人说什么呀？26、27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闪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哈，主给他这个主人呢，给他这样的一个斥责哈。斥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你这又懒又饿的。然后说什么呀？夺过一切来，28节，夺过一切来给那一万的，夺过来，然后给了那个有的两个人哈。然后最后29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理哈。祷告的人。祷告越多的人，主会把越多的祝福赐给他；话语越多的人，主会把话语更多的赐给他；在小事上更忠心的人，主会把更多的祝福赐给他。那么最后主对这个仆人说什么呀？说30节哈，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丢在了外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了。那么我们就要变，知道吗？我们要从我们过去的错误的里边走出来。我们要知道啊，我的人生不再是我的了，是主给我的。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家庭，这一切都是谁给我的？主给我的。所以我要在现在我所面临的事上，我要尽我的忠心去生活。这时候主他会悦纳我们，并且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他也让我们得到他的喜乐，他的平安。这是主在这马太福音里面25章里面给我们讲的第二点，在这末后的时候我们要准备的，对主所交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尽忠心。那么下周呢，我们分享这个第三点，那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面一起祷告，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礼拜。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告白，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都是你给我的。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我的家庭是你给我的，我的工作是你给我的，我的学习是你给我的，我的这位置是你给我的，我的这名利是你给我的，我的金钱是你给我的，都是你给我的。我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忠心。主啊，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你所交给我们的，不是偷懒，不是应付，不是我和你的，我是我的，你是你的，主要都是你的。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向着忠心的仆人去生活。愿这个时候主你来祝福我们，给我们更大的事情。主啊，也把你的喜乐祝福给我们。为此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这礼拜。主啊，忠心的仆人，他能够告白，一切都是你的，我们的工作是你的，我们的学习是你的，我们的家庭是你的，我们的孩子是你的，我们的金钱是你的，我的财产都是你的，是你给我的，我只是管理。主啊，让我们能够管理好，尽最大的忠心去管理好。主啊，这就是荣耀你，这就是赞美你，求主你悦纳。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的去生活的时候，主你把你大大的祝福给我们，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把你的喜乐给我们，求主你祝福与我们一起同在。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在这里告白，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家庭是你的，我的学习是你的，我的职场是你的，我的工作是你的，
我的位置，我的名利，我的钱也都是你的，我的存折是你的，是你交给我管理。主啊，主啊，让我尽最大的忠心去管理，丢弃我们里面的贪婪，丢弃我们里面的偏见，丢弃我们里面的自我，让我们去管理。主啊，当我们管理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去管理的时候，求主你悦纳祝福我们，让我们中国语礼拜这众多的弟兄姐妹们，愿主你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把十个城给我们，把五个城给我们。主啊，我们更求把你的喜乐给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从你而来的喜乐。求主你祝福与我们一起同在，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来，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主献上我们的奉献。今天呢是最后四月的最后一周，我们有特别奉献。好，我们一起站起来献上我们的奉献。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三个月以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守。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一起献上礼拜，为此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也求主将我们新的一周生活来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你忠心的仆人。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经历主你的供应和祝福。感谢神也将我们特别的奉献交在主你的手中，乃是告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你的，都是主你赐给我们的，愿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无限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今天来到这里向主献上礼拜的众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用直播献上礼拜的众弟兄姐妹，还有休学回国，还有真的毕业回国的众弟兄姐妹，还有在普天之下奉耶稣的名到地级宣教的宣教士和他们的事工教会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能面对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等到等了差不多快三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再一次开放线下礼拜。我之前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不知道，因为在这个见不到大家的时候，总会觉得大家是胖了还是瘦了所以大家看看你左右两旁的弟兄姐妹，看他瘦了还是胖了然后我们也虽然这个口罩我们还不能拿下去但是大家也彼此这样互相的祝福一下感谢神，今天我们又能够聚在这里面，也是主这样的一个保守，能够让我们再一次聚在这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为疫情祷告然后为我们礼拜祷告也真的是完全的过去，我们再一次恢复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我补充做几条广告我觉得今天这个广告我想做长一点因为太久没见到大家首先第一个广告呢，是我们周五晚上的祷告会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教会除了礼拜这个时间结束马上就都要离开，所以我们也是其他的所有的事工也都是线上，然后我们周五晚上的祷告会还是晚上8点钟通过 Webex 软件，大家关注大群的话关注一下小组都会有这样的通知，晚上8点到9点我们通过线上来一起参加祷告会我也是希望大家，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可能你要坐车呀或者你要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希望大家通过手机通过网络一起来祷告。好，第二个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只有一部礼拜，然后其他我们二部所有的小组的聚会包括我们其他的很多事工呢还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YouTube 的这个 QT 现在也暂停停止录了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呢还是该怎么样也是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的收看吧，也希望大家能够领受这个 QT 的恩典。然后虽然我们现在不录了，但是大家也在家中每天的这个领受主的恩典做 QT。好，最后一个广告终于到最后一个了我们大家还是为韩国的疫情祷告，然后我们自己做好防疫的工作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一直这样的坚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这样来保守我们的健康。好，那广告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我们新人班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也有我们多么感谢主对吧我们欢迎一下有第一次来的吗？后面有吧，是吧？好，上帝祝福你。然后我们一会儿礼拜结束的时候，可以去找到我们举牌子的新人班老师，然后联系你一下我们会有新人班的这样的活动，会有新人班的小组分享。好，那今天的广告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都能够多多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主忠心的仆人，阿们。好，那我们礼拜就到这里。
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